在亚军加签，那比赛亚军啦，那亚军这个棍啊小空，你安尼讲，小空这道都无来接，未使送签，逆境这比赛，逆境规个拢人拢未出来，哦，过来就是未使射箭，射箭就是只接掉嘞，接掉的吼。有的咧推手讲，也去用插咧过人脚下接掉掉，那都是不错，袂叮当的，袂叮当，不能畅通。所以这个所在上重要是只拳头母的挂，哦，啊，这个肩胛头，这个袂使压到，左袂使压到边边挂，对啦，安尼就好啊。哦，啊！你运作的中间是以咱的腰为主轴，腰为主轴，伊是袂使有袂颠倒，袂使按海南海去哦，不行哦吼。这个腰袂使颠倒，伊是会使转，会使转，这是光转。啊，用个手颠倒的中间的腰，干那负责咧施尔啦，腰无咧执行工作，腰是咧命令的，主宰。腰为主宰，意思是讲伊是咧发布命令的。这手是咧战争啊！你主力伫头前诶，兵啊伫头前。所在上要紧是这个三十爱分明，每一十伫咧运作操作拢用每一十，每一十人无法多只用个左，只用左画，左个无法多只用肩胛头画，肩胛头个画袂离，只用身躯，身躯若画袂离啊退步，就这样子。所以伊是腰一定是徛停停安尼坐，你看卖啊，这机械手臂，我腰来一个叮当，你手就行。但是腰袂使晃来晃去，腰一定是挺挺。他的运动一度的时阵，这边就挺到走咧四五度啊。这手咧震动，手咧震动，所有的三位啊拢手咧震动。啊，以左为支点，其实都是圆形的，所以你袂使拍平平，一定要安尼。袂使拍平平，袂使拍平平，袂使平平，袂使直线，一定是弧线。咱起码等下要拍高碳嘛。你就知影，唔是安尼插去，伊是安尼去，安尼去，吼，安尼去。手腕这里翘翘哦，歪直去，翘翘的。它不能凹凸不平，袂使安尼。凹凸不平，你缺点就很多。啊，袂使有嫩灵巧，就一定爱，爱有灵巧，随时也可以被人家侵入过来。你的进入，你的经络不能畅通，就没有办法运转，就无法度人转化。啊！你要花钱的是因为你无有这去接掉，这去去掉了，无法度通完成啊！这物件是要紧，不管是咧拍拳、钉拳，还是咧推手，这些原则是不会改变。这个腰为中心，它是指挥部，它不是别个在外靠的剪，伊是咧指挥的。所以以腰为主吼，但是你袂使干那靠腰哦，一定腰咧振动，手咧所在咧，尤其是这扎。莫烧的烧，烧起这个上重要。你拍来我走呢，拍来我走呢，我无咧管你三万呀，我重心绝对无爱去动着。无法度啊，才有这只横来，佫无法度我才有退步安尼。啊，所以手咧拍，你拍来我安尼拍下走呢。啊，我这个所在保持您迄个稳定，绝对不会被人家说啊拍来我就哦安尼闪这样。你拍来我去安尼安扫地呢，拍到等。安尼只有说六风四壁，风壁，风如风四壁吼，你看如风四壁不怕。我即摆来开始了解这点哩，最主要肩胛头袂使耸肩，袂使夹肩，啊袂使夹肩，这拢爱开开，啊开开，这先要变吼。看起来没有什么，你若这无合着这几个要件时，你拳拍起来一定不会好看。不会好看的拳变成三万，变成没有办法中定，徛袂塞啦，一定要徛会塞是一定要达到这些要求啊。好，咱即摆开始，我先拍哪解说这个内底。好，咱即摆要讲这个高碳嘛，啊，然后左右分脚，还有转身蹬脚，还有上步摘水这几步。哦，恁。我咧讲的是恁只，我注意一下，我等一下才解释伊的原理。咱只转身起身处理啊，这个就是高碳嘛，啊，这个啦，这是高碳嘛，啊，咱这是高碳。
切去，高碳嘛伫遮，啊，你看是这样过去哦，过去哈、哦，来，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，这是干什么？这个所在是要该拖，要提，哈、啊，要该提，咱这个手拍去啊，计用三条嘞哦，咱先该离开哦，离开了，伊唔予咱离，要搁倒转去，倒转去咱这个倒转来。倒转来之后，先要用手甲拍哦，要用手甲拍稳。伊有些咧唔是咧拍真少，你要拍，拍来个车冻掉咧，来个车必须安尼避免唔着吼。但是他这个是咧打，这个是用左要甲拍，压起来，你看，这个顶头，这个先膝盖压起来哦，压起来才踏实，啊才落来。你看，但是同样一次。这是左右的差别，好，左右的差别。这赶快呢？这个是一种外力，离开，离开，伊无要回去，伊要求到等于怎样用这个，用这个左个拍，然后也是这样架，架，先踢膝盖，然后踢过去，撞他的膝盖，撞他的裆部，然后伊若走起来，再过来弹起来，啊，然后转身过来的话，夹袂只牙起来，啊！你看，这个是啥哦？这个是要踩哦，这个踩了就加强，加强它的作用。哦，等下再示范给你看麦哈。啊，然后伊唔互你踩，要甲你跳起来，你顺势甲跳起来，再佫甲蹬脚。啊，来原地螺丝摇步，原地螺丝摇步，好、哦，原地螺丝摇步，好、哦，再一个正常的螺丝摇步。然后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因为传承的关系，有了不同的版本哈、哦。你看，这个我老师改一下嘞，来个车呢，跳来车呢，然后它分开，啊，分开了好像比较盘，好、哦，这是我老师改的版本哈、哦。啊，之前的版本是这样的，螺丝凹不了，你看这个地方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，哦，但是呢。压起来，直接去枪，差了一点。事实上没有什么差别哈，还是一样。啊，是要天开来，但是阮老师教你去天开踢住，安尼。那踢就踢住，赶快嘛就接受来。差不多啊，其实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啊，正规的高碳嘛是安尼，你将来是要一条一切，啊，切去的时候你看。是这样抓起来，嘿，你才袂走的哦。啊，那无呢？我一进来是我用地，咱的地了地安尼哦。但你会刷掉就甲杀，就掠着哦。要去刷掉要甲拖，我就是即嘛就是要拖这个。拖到顿来你无拖，我就去拖到顿。为什么拖到顿？哦，这个是另外一个，这是一个正规的解说了哦。那我们厉害的地方是在变招。变招就是所谓秘传的招法，秘传的招法就不是这样。秘传的招法，你进来时，这个我抓呢，它变过来的啊，我切。你这个手袂作怪，袂作怪，你换一只手袂甲塞，就安尼塞。甲塞一个，我就来招你只，看你嘛。甲塞一个，我招你只，把它敲安尼起来，我这手来呀。啊，我来较大个，你看，啊，这边就好嘛，变，你只袂变。啊，无啦，较早是台中，我甲人学，拢做，拢还有病。啊，无病呢，无感觉威力。啊，这个地方跳了，你看这个东西哦，你看跳一下，哎、欸，像鬼，你看看。啊，高碳马更糟了，在无派太极拳里面，高碳马就是这样高的，就是高的。啊，那其他派别的话就这样。无遐好啦，一定啊，较多话你切着，伊一定来过，过过则死掉。这个是阿丹马变化，它的特点是这个是阴阳，这两个协调。你看，这两个掌心协调哦，你看，切记哦，一个降向顶头，一个向下骹，阴阳降。它为什么会有阴阳降？因为这个地方抓到的话，已经变动过来啊，变这样啊。变起来咧，降在伫顶头啊，对无？啊，所以伊就拖倒来，切倒去，切倒来，拿去又扣着，那么我们一旋转，这样的话，你看，也可以从这边，也可以从这边，那就是在里面哈，也可以把它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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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是高碳码的地方，还有这个分桥，这个分桥，一甲五、一甲三，唔在松山来用，直接来说明听下有无？你手拿进来，你看，是不是？啊，我这个换手来啊，换过来以后干什么？我这手要给你泼掉，泼掉我就来插你的无手糖来给啊，就是这样，我觉得。因为他以前都是讲最安全的时候，他才要出手，阿兰摩他弹出来给我保护，所以起码是换掌，你看，哎，我换掌了，你看这换掌，换掌我起码上面打你，下面踢，看看你的过多久，也可以挂了，不是不可以了，但是一般的人来不及，因为我这夹脖了不及，你的过顶头的不过的尾巴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原理。分桥，分桥有一门，有些门派他是打这边的，他打这边的哦，啊，我们是打内门，他厉害哦，啊，你起码他来加个加 Q 点，你看又是来了，啊，你够给我标的，这马翔又进入这个状况，啊，这个是分桥哈，分桥，啊，起码分桥耍的料，两个分桥都是一样的。起码这个问题在这边，扣过来，这分桥的扣这个所在，啊，落来这里，啊，马下里，懂没？你徛在我的后边，用这手要甲拖死，我这手线要甲抓的，抓的线要甲转过来，你看，我来甲插落去哦，你看，压下去什么情况？啊，你唔话个要甲掀管。天管我怎顺势去把你举起来？这男的照常去拍。这个手，你若讲干呐安尼擦，无啥物。他必须要把它这样，再擦一下，要不安全。啊，但恁要加天管，我怎情况？我男的，那唔听你啦，提我怎拍？真的是他的转身笨脚。普通的踩手。搞得安尼，他的踩手是可以这样，你看，这是踩手，下来就是踩手，哦，踩手，一气完的踩，这里一点爱搞两安尼，你看踩手这样，对，这是踩手，啊，普通的离手，谁在边啊去？咱的圆心，咱的圆心。袂使家己去叮当着，你袂使讲拖来拖来来碰我下着，一定啊拖你边那边去，抄那边去，咱中心袂使叮当。那是鱼向旁边，哎，可以这样，离一下，离到上面，也可以离到下面，也可以。对对对，波东都爱用着彭里吉岸材那种套，他那太极拳都是彭。以盆为主哦，所有的手出去就是要盆，盆必撑着，这个所在要顶住，左要顶住，那盆与左要顶住，过人脚未使夹掉，一定要顶住，啊，要顶住。啊，那拄着盆你就要转，你盆来我就是要转，啊，你若拄着来，拄着你就要撑，啊，撑住，撑住，好。是讲你杀来直直直射直直射，球安尼无啊，啊蹲边啊就唔好啊，蹲边啊你看麦，拄着你拉来啊蹲啊转，那坚果太极拳都是在旋转，都是在画圆圈，拢圆口啊，弯圆细圆拢圆口啊，啊这个心未使学白摇，咱的摇这个心是干哪会使蹲的，会使蹲的啊，未使害来害去。啊！这害来害去，家己中心都徛袂稳啊！你是要安那？这手是兵啊，这战争的兵啊的前身，他受到这个腰部指挥，我分配工作给你，你拄着你就闪，就是用这个手，用手来领进，用手。啊，以左为中心，唔是肩胛头，用左。哦，肩胛头因为袂使压肩压起来，肩就断去啊。所以肩胛头撑下来，哦。中间对坐对左，这个这左啊向下脚，袂使抬左，抬肩，这拢去推起去，推起去啊！你无法度通进入通畅，
用的路若未通畅呢，你都没有办法自由运化，都无法度来消散，无法度来运作发这个建设。好，我即马讲到这个所在，你下山水了，安尼拍平。不过这个这无啥，这是之前讲的啊，螺丝后部，螺丝后部吼，看这边螺丝后部，那出的车呢？较早是这个所在安尼。啊，你看，啊、哦，飞起，天起来变热些呢，啊，全晒。你较早金星晒是大，哦。啊，阮吴老师为什么有稍微给他改变一下？起码超短。伊个交叉，然后呢，天开了，蹬出去，蹬掉了后，这山呢，再夹上去晒，那个拍，上去晒，就是这样。用法哈，一种含义啦哈。有些用法稍微改变是为了较下疏的关系啦哈。啊，像讲阮西江王寿金先生，伊下大山，伊迄领衫你摕内面去，甲弄了是毋是那蛮大嘞？所以你说稍微修改一下，适合你的体质，适合你的体格啊。所以有一些改变，那是可以理解哈。啊，咱金星西人较矮细较瘦。啊！你用阮咧施工迄大领网搭南下，伊当然是还阁修改一下，啊，修改一下就适合他的打，他的迄个风，那是可以理解的。所以不一定要一成不变，哦，因为用法改变，所以会发生很多门派的差别，哦，那是无所谓的。我们也知影其他啊，无较正规，所以说避开遐，那有人避啊，有人避啊，那没有关系，不需要去强调哈。要比的顺就好啊！好，咱即马大家来比看卖啊！吼，来比看。然后插的，你看这样。好，过来来到这边侧面的时候停起来，慢点南瓜，这里斜过来，斜到超高的时候都要变过来，继续转，没有停止啊。哎，放落是要放到外面。放到外面，然后再一次，看左右处，呼吸，用个自由呼吸。来，看一下，对啦，这个小塔是只交叉片，继续转，这啊脚要外摆，你站起来才会知道，你看，这样，然后回来，落不了这边跳起来，我落不了往这边跳起来，这下台。然后再起来，啊，原地螺丝奥布，再一个螺丝奥布，来，你看是有，你看这样，先外摆，来到这边，撑开，然后。下塞锤，啊，下刷下去，转身，起身锤，上步高汉，其他你大概就出来，好。要想靠过去，这个不会想看，这个专门靠的很黑，当然也有胸胸靠的，胸靠好一点，其实我今天我还是买的，总之感觉是相对就是。你看，那么放下的，哦，真的，那么放下的，你先看嘛。啊！你若讲吼，你穿卡嘛穿厚的，你会使。来这啊！三千块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垮啊！垮啦！垮啊！靠！嗯，你卡卡憨的，大家摆个位置。这个就听到，这个刚刚听，这个是听到。嗯，因为当怕人的所在，汽车，这里垮，公交都不会打你。哦啊，膝盖跟脚，加着三位啊，哦，啊加一位、两位、三位，就六位啊，啊佫加一位是头，即个头哦，我甲你行一日，你都着健康。啊，你甲咱的，我当倒来嘛是着健康。啊，即个天开，迄就是
恁遐新闻迄个排，好啦，你就是只个头啊，够烂的，烂的伊就转身啦。哦，你卸掉这个，你只个啊，卡伫车吼，你看，就卸掉这个绿。那那跟转身的。烂的你要转身吼，伊就向你头下。啊，是狮子弄钱的，狮子弄钱。啊，不过就是讲，他太瞬间了，没有意料到。啊，你都要有练出威力了，威力意思。看你头提的钱，那就差不多退过来了。退过来了。你这个吼，像这个物件就是你吼，这个我真没感觉。啊，这手真滑啦。啊，不怀好意啊，来个第一，来可能不怀啊，你紧退一步，你哪能？成功，伊咧家己手就差不多啊啦。哎啦，哎。你就要紧想，你家揪手才较方便。对啊，揪揪也才方正厉害啊！啊，你揪的时你退后。对啊，你手若好揪的，无，这手哦，你看看，你来，对啊，你若搁厉害，这个手都我变安尼。你来呀，手，你来安尼推推来，你看。你若无用，无溜手，我就甲人吃，爱来溜手就上好啊，天气就好啊。所以，当场，对啊，你不怀好意啊。因为你手刚抓条的时阵哦，你讲，你手抓条时啊，你看，要该破解破，捉是捉是，你看，你两手刚。好，啊，Q， 呀，这是 Q 完的来，你看，好 Q 呀，这个，对对对，你姓沙的哦，你看，哇，有一个练手火的来了，很多啊，希望抓到就是，伊唔知是可能要用派发啦，三无一定的，因为我来甲你抓，我只甲你处理啦，我才要甲你派，安尼啊。因为这撑起你才会作怪，啊无我若安尼来刣哦，你有本来想来破布啊，我是要锁暗，要甲退车，还是要甲伊头毛，我无头毛安尼来做啊。啊你若这个手起我甲洗在遮来，你就袂作怪啊。哦，他什么资源你晓得吗？对啊，一竿子一竿子。所以两手王抓着中间破解破足济啊，你看。啊。哎，就惊着你看哎。哦，这学生囡仔学这吼，就可以对自，哎呀，保护自己呀，保护自己呀，嘿，动手拍人啊，我们试看卖啊，都防身啊，防身是。是你家成年以后吼，少年啊练功啦，练功啦，这缓慢是练功。哎，但其他树林。你迄宪兵部队拢有咧学呢？有啦，有啦，迄夺刀夺枪，迄就是。但是，真宪兵有经过过滤呢。有啊，我迄阵伫宪兵训练中心嘛，啊，兵哥礼拜拢一定爱学这啊。哎。夺刀夺枪，你咩破解咩用嘿？深度无够啦。哦。迄本书拢阿咧普外形式啊，拢阿无够去深入咧。深度无够的时候，你个成熟度无够，变化无够，啊，佮功力无够，啊，所以啊，真正去拄着歹人，你懂袂起。那幼稚园的学一个基础尔。啊，你后头一直练啊，伊教好你，你也一直练。嘿嘿嘿。练上少嘛，练三年才会使啊。嘿嘿嘿。哎，兄弟。一个手法你都用袂出来。哦，这个变化是足紧的呢。嗯。你甲接着手，接着手就去啊。
放下去，咱这哪有通啊？互你搁收？迄无是天还地。你可能的特勤部队的爱学啦。特勤部队自送实战，实战哈，太危险了。嗯，阮陆战队，迄个去做特勤部队大队长，吼，伫个台山遐，啊，高雄台山遐，遐有一个后壁一个部队，这样。啊，迄阵啊，因伫个最贵啊，伫受训时是老师是韩国的迄个，哦，韩国跆拳道。跆拳道的。哦，啊，然后。包括军事啊，这些都有。啊，因为吼，因为要练这个胆量甲迄个杀气哦，拢去街仔路啊吼，起码都无闲人未够爆料啊。街仔路啊，杀一个流浪狗、流浪猫等。啊啊，抓等下了，切太练的残忍啊！吼，搞只哇，你看干我真正听嘞。啊，无看你，迄当时因为迄阵啊已经大陆迄号做。来了，迄个已经滚去啊！迄阵啊，包煞拍到滚去啊，无较早是真正。迄台湾囡仔死真济呢，迄海水鬼啊，暴雨啊起来，伊迄岛啊是烧安尼。哎呦！我要买烧安只，安尼倒插，你要甲烂只倒插落去安尼，安尼叫，是啥？哎呀，大家拢啊，高音啊，拢啊，无够死。哎，伊迄忙来要创啥？哎，要甲你毛毛，要甲你亲戚来啊，亲戚来啊。太可怜，无听就拍去啊。哎，辅导长啊，啥物都平常，无咧插嘴啊。可怜，啊啊啊，砰就拍去啊。我真爱飞啊！啊，不是咧变啊。飞个来到，我真是啊，头啊铁灯，到尾啊，啊，你搞啥？这头啊嘛好。扰乱军心。那是民国伫咧五十年的前后，大家都摸来摸去。摸来摸去。五十年之前，那就要摸赢了人摸。五十年之前，民国五十年之前，之后都无啊。啊，阮拄啊五十年才去做兵，都无去当兵。哦，好好好。啊，阮的进前遐，哎，进前遐哦，拢话你讲哦。啊，我见到总教练，你有？我迄阵啊还无啦。还无学着。那是你我也才学的，我才半路出去。哦，迄阵啊学你就下下球啊。做大队长啊。我迄阵啊，无啦，阮小弟读官校的。哎。啊！你伊个刚好，你有传到伊哦。我来，人伊有甲你做成一个体系啊。那体系不一样，那比较阳刚。啊，这是阮这是面家全拢以体系的养生为主吼。所以我家己就较搞怪，就去较白，我硬开钱。哈哈，恁教拢免钱哦。谢谢总教练呢。总教练真好嘞。啊，沈闷会我亲拿去。沈闷会是？沈闷会是谁？沈闷会就是咱这个叫做，刘，就是刘英雄的，叫做韩庆堂，韩庆堂的学生，韩庆堂迄当时总统府的武士教官。哦，总统府的，蒋公的，老蒋的，老蒋的，迄个护卫队教官。哦。啊，伊就是中大陆的时阵，中央国术馆，迄当时举办的，这个是国立迄个是体育馆的状元。嗯，哦，伊个学生沈闷会，他一个是江长根，他一个就是谭克杰，哦，这三个我拢有介过面，但是有拢无同款。谭克杰我介有复兴前年的对台，哦，啊沈闷会我介有秦麻树，江长根我介有三重县对线。哦，啊，你会当找？啊，拢爱钱呢，迄阵啊，头老们拢爱钱。你高级的，你有当找着，迄无简单。迄机缘，机缘啦。啊，你学生时代学的是哦？我伫台中，迄阵啊，已经出社会啊，已经五十岁啊。五十岁啊。所以学琴啊，足忝的。伊遐学生拢大专生尔。哎，拢少年囡仔。我已经五十啊，你看。哦，要是伊照常加压力。压力。我来甲你讲，哎，等下来甲你讲。我喺外头上，三日都上咧，三日都上咧咧。哦。啊，那一年俩唔敢去学啊，第二年要学点写，点写啊。哦。啊，点写我这里通，这还有两赛。啊，两赛哦。福利行生。安尼才五十个。哦哟。安尼才五十个哦。三赛才做五十个。福利行生。
你起码当年啦，晓得你啦，嗯，你也晓得。也无都淘汰啊，哦，无都买好买好，这个就算算了，买好啊。哎呀，无就无好就对啦，你你根本算啦啦，无无就那都那点哪样？所以隧道的部分我无贵，我真想迄个就无，讲起无搞出来嘛。我咧讲呐，钓到电视机迄个，迄梯啊，你甲冻到好啊，那里面钓到。总教练，啊你，天哪！啊你，你讲真正看人真正要点穴安尼，真正点落去都无叮当的。伊都唔捌看过，示范啦。但是只要阮老师帮咧，我就跪个拢麻麻起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帮我点穴，该帮个你还好大跪落去。跪落去哦。啊厉害哦！手门有诶，看下。啊，摸了了就钓麻麻蟹啊，迄蟹道啊，蟹菜摸就钓啊，咱摸人未钓，但去看就不是诶。哎，对。啊，摸摸唔到。